借我放下。哎，还没有点开。我是关南语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议，今天我们进行第一场两岸应用之回顾与前瞻。我们邀请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政委为我们主持。好，今天很谢谢大家。刚才就是听了我们的 keynote 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学习。我们刚才在就是正在聊到一半，然后我觉得有几点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不过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今天的提问的这个程序，因为是三位老师呢各发表25分钟，然后最后会有25分钟的这个综合的提问。那以我之前参加研讨会的一些经验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问题会集中到最后一个讲的那一位，因为75分钟之前到底听到什么呢，这个已经不一定完全记得了。那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公平一些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线上的电子的提问单的一个设计啊，就是如果大家有手机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手机，然后到这个网址 slido.com。然后呢，进去之后呢，他会要你输入一个数字，就是今天的日期了，624。输入之后呢，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开放匿名提问，因为有时候开放匿名提问会有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出现。那所以我特别问过三位老师，说是不是要打一些问题，他们都说来者不拒。所以今天呢，就有匿名提问了，各位就可以到 slido.com， 然后进入624。那如果看到大家问过的问题，也是你想问的问题，你就按赞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就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位老师的报告中间，就随时欢迎上去提问。那我们在最后25分钟的时候，会按照大家按赞的数量，先请老师们先回答，然后再开放现场提问，是今天的一个数位提问单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三位老师分别是就是台大的这个蒋辉教授和先生王老师，会从一个法律人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档案在编辑上面以及在使用上面的一些实务上面的考量。然后呢我们档案管理局的陈海雄陈副局长就是会代替林秋燕局长林局长另有要事来宣读我们关于档案管理局这边从过去到现在一些历史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些数位时代的一些展望。那当然就是我们向杰向老师也是会跟我们分享这个从他多年来做数位典藏的一个经验，到现在我们现在说常常听到巨量资料，听到机器学习这样子一些字眼，到底对大家的这个工作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变化，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工作。那刚才我们聊到一半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就是机器学习用智慧等等的这些时代。那在台湾呢，我们在国际上面，像我去国际上演讲，大家也都会说哦，台湾 number one， 你们已经连续2年这个开放资料全世界第一了嘛。那本来今年跟澳洲并列的，最后呢我们上了一些资料集呢，现在就摆脱它了，又是一个人第一这样。那但是呢，在这个就是光鲜亮丽的这个外表底下啊，就是也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那个它算的呢，就是只是资料集有没有放出来，它其实并没有测量 impact， 就是说没有测量说整个社会是否知道有这样的存在，这样子是否这个大家真的能够利用。其实呢，台湾是一个非常会考试也非常喜欢考试的这样子一个文化，所以说呢，每次有这样子的国际评比
我们确实是可以像跳蛙一样的，就是冲量的把所有的这个该开放的部分都开放。可是这只是工作开始的第一步，我们真正的工作其实是要去倾听，就是各位研究者、各位这个民间的工作者实际的这个声音。从这个本来的这个重量里面也不乏有一些养老鼠剪尾巴的这种事情，变成我们从这一届政府开始是种植哈，就是说确实是要吻合各位的需求。那在种植的过程之中，当然大家对我们这些做数位资讯技术、做机器学习、人工智慧的都寄予很高的期望。不过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到说，虽然机器学习像我之前参与苹果的这个 Siri 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它确实是能够大幅增进可及性，因为你就拿起手机问它一个问题，好像它什么都可以回答，这个可及性怎么可能比这个更好的呢，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它有的时候对于透明度事实上是有牺牲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客观的部分，只是像你请研究助理找资料，任何两个助理找到的东西都一样，那这样当然交给机器做，省大家的时间。可是如果有一些是主观的价值判断的部分，那你请助理做，他如果觉得你的问题怪怪的，他会跟你讲说，哎，老板，你这样子问有点奇怪，或者是说呢，他做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你可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出来。可是机器呢，目前在演算法上面的透明度，比起人类来讲，还有非常大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一些主观价值判断部分，如果交给机器做的话呢，确实也有可能是我们本来心里面有什么偏见的，但是越来越研究下去，偏见就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接下来我有稍微多看一下向老师的讨论，他也是关于就是主观客观的这个分界呢，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好，那我就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接下来是不是就请切换到工作人员，切换到王老师的讲话，然后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好吗？谢谢。主持人，馆长，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你们在我的 PowerPoint 你将不会看到档案的内容，因为我今天要清场，我要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法律史的研究者，二十多年来关于档案的整编跟学术应用的一些经验，我如果再放内容的话，时间不够。那么档案啊，对于台湾法律史的研究的意义啊，有三个。第一个，厘清立法机关在制定法条或司法者，特别是大法官在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对于法规的认知是什么。法学者经常会借这个来主张说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法律，但是法律史作为一个法经验科学，我个人无理更重视是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点是什么？是解析既有的这些法规范，做成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是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立法理由书或解释理由书表面上的说辞，我们要看到它更深层的一面。第三点，我们要观察这些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上的作为，行做出了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套用刚刚宋运教授所谈的，一个灭老鼠的法律规定，它形成一般人民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呢？跟国家的法律在 play， 但他自己被动员了，他也不见得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以人民为主体的法律史，我们想要做的。好，那么再来，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是要按照我接触各种档案的时间序列去铺陈这些看法。其实我是故意这样讲的，因为我不想要一开始就被一个特定的理论架构给束缚住了，我要从经验去行说理论。好，那么同时也是为了跟在座的研究同好来分享心得啦，也庆祝吴史馆复馆六十多年而来写。因为我是兼具了整编者跟使用者两个身份，那我相信吴史馆其实也是刚好兼具了这两个身份，只不过呢，我是一个学者，我只对自己的学术负责，但是吴史馆要对国民全体负责，我又孔子，我就表示这是重点。好，那么，结
我既有的律师经验哈，我认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啊，首先应该不问喜好、不预设结论的去收集所有的事证，然后再依自己的观点做成学术上被接受的诠释。譬如说，你必须要注释，好，观点又是红字，你是一定的观点去做诠释。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很公开的讲，人民史观、台湾史观、多元族群史观，我向来立场都是这样的。我跟人家表白我的立场，让你们检视我有没有因为这个立场，我落掉什么东西，我刻意隐蔽什么东西。我如果不表白，你们可能会猜嘛，不要猜，我就跟你讲，我就是这个。好，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好，因此呢，我在研究充满意识形态的日治台湾的时候，我以阅卷的态度去看台湾总督府档案，我想要了解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台湾总督府，他怎样想的，他如何做的，而不应该未审先判，先用日据一词来给予负面的评价。所以呢，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年，1992年，我到中心新村去看台湾总督府档案。当时文献会只有一台阅读这个 microfilm 的机器，那部机器呢，不好意思，它后半段它不能阅读了，日志后期不能阅读了，那只有我一个人看嘛，所以他们就把原本让我看。我相信在座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有机会摸那个原本啊，那么感动是无法言语的，好，都要因祸得福。好，但今天我们用这个总督府档案，那方便多了。好，我们在家里就可以上网，然后我们馆长上任以后呢，这个单位还免费了，好，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利啊。好，那当我们看着总督府档案当中的公文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律令案或者是赐令案，它都受到日本内地中央政府的修改。为什么？因为律令要经过所谓的赐裁，这个赐裁就是要内阁呈给天皇。赐令呢是行政权发布的命令，这边的行政权指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的行政权。换句话说，你要读总督府档案，你必须知道制度史，你去必须知道我刚刚讲那些制度史，你才看得懂。好，那阅读这个档案呢，有一个门槛，至少你要看懂文字嘛，对不对？战前日文，我特别讲战前嘛日文啊，所以你必须先看懂这些文字。好，那但我这边写说有个文献，比如说我曾经帮司法院做了一份这个台湾总督府档案司法文书的一个选集选译啊，这个可以做参考。好，不过我的重点其实是在第三个。这些文字所表述的经验事实，啊，可能有文书作成者的成见或是立场，而有待诠释。好，例如说犯罪集结这个制度啊，你们可以不用知道这个制度内容。我要讲的是，他有把那个制度的表面上的理由列出来，表面上的理由列出来。但是你可以诠释为，他真正的理由是为了减少司法支出，他是为了强化警察政治。好，但是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当时的台湾人啊不了解行政司法分立。好，你如果很情绪啊，日本人讲的一定是错的。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我认为那句话是真的，是真的。在1904年的时候，台湾的汉人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政跟司法是分立的，哦，所以你也不必说，因为他日本人讲的一定错，哎，也不定他讲的一定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也因为你看了总督府档案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很想再进一步看下去，看什么？日本公文书馆的内阁档案，我刚刚讲的嘛，内阁嘛。所以你在总督府档案，你看到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空档，可是它怎么来的？内阁来的。所以1999年，我就到了公文书馆去看内阁的档案。好，那今天你们也很方便，今天在台湾也可以去看这个档案，哈，当然不是全部的，哦。好，那我在教学上最常使用的是单行档案。
基本上这个是以19世纪后半叶为主，北台湾地方衙门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所留下的档案。你们看上面是汉字，当然有一些比较书法比较漂亮一点，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但它基本上是汉字，但是不等于你们就看得懂。但是档案内记录或文书所留生的清朝的制度，那个制度是什么？是作为官员判断准据的，不仅仅是律例等等被书写下的指令，它还包括了民间习惯，它还包括了情理。那而且这些律例呢，它在个案也不一定会被遵守。我提醒大家的就是，它那个制度本身跟你今天活在当下所经历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哦，拜托你不要把它用现在的想法去看，让你真的不懂它的心。其实传统中国也因为它并不具有规律性，所以它不必要发展出一套像我们今天来自西方的足以解释所有法规范的这种法学。问题来了，你今天整编者，你是要给现在来看，所以你不得不用现在的语言。好了，我们现在语言是什么？是现代的法学概念。那我用红字不补了，但是档案的作成者没有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做整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现在的语言，这是一个面对。这样的会使得说，第一点哦，今天的档案使用者他不自觉的已经恢复，而且是不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像枕边的这个戴延辉教授，他有的时候造自己创造一个类型，问题是他想的跟你想的不一定一样啊。那你是使用者，你怎么知道他当时怎么去想的呢？幸好我们现在电脑帮我们忙，我们有检索系统，我们有 keyword。比如说我今天举一个例子了，租人关系来讲，我们用租界当 keyword， 我们检索出民事门里面的租界霸占征财，行政门里面的爱度，所以你不可以被所谓的民事刑事这个分类给局限住了，因为民事行政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的用语，档案作成者那个时代的人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根本没有这个观念。那就单一档案，我最后要讲一点，就是说，20几年之后哈，我们想要找出了那个制度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刚才在吊大家胃口啊，那个制度，但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也写了一篇文章啊，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参考一下哦。那其实重点都是一条而已，请你不要用现在的制度去想象、去诠释那个时候那些文书。那相对来讲哈，我们现在讲的日治法院档案哈，这个是2000年发现，那我命名的哈，因为要发现星星跟命名一样意思哈。这个它收录了日治50年哈，台北、新竹、台中、嘉义等4所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决、公证书等等。好，这个。本来我是希望国史馆能够整编，这段故事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当时我们的档管局哦，筹备当中，然后档管局说这个他们是主管机关的，即将是主管机关的，那司法院说啊这个有争议，那我们现在先搁置好了。可是我们做研究的人怎么样？一发现的话，你想要用吗？所以当时有一句话，也许今天有的还记得。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所以，政府机关不整理，我们自己整理。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误打误撞变成整编者了啊。不过这个也蛮不错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碰到向北老师。好，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建构一个数位化资料库，这完全是向北老师的功劳。啊，这个部分跟我没有关系，都是他的功劳。好，那我们在2008年，我们就向国内外的公开了。好，那。这个档案的文书，它是根据跟现行法非常相似的，也就是现代的诉讼法的观念，所以呢，
呢，现在的使用者相对熟悉了，所以我们就用它原本的分类去进行组编啊。好，那整编建制这个数位化资料库的时候，到底要提供多少权势栏位？这个要人力物力的这种问题。好，那特别是譬如说每个判决它适用法，我记得很多场合，人家问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做那个？”我都淡淡的讲一句话：“我多一个栏位，我多一年。”这个是很真实的哦，因为早稻田大学有位钱谷宏教授，那他就只有针对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判决部分去做所适用法条哦，各位他做了五年，因为每一份判决都要看啊，那个是很花功的哦，所以我们说这是有成本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基本上管理的机关是台大图书馆，那我们是限于学术使用。使用者是不限于国籍，不论身在国内外都可以使用。不过你使用的时候，你要自己承担维护个人隐私的这个责任哦。我特别要讲说，他使用门槛非常高，因为他不但是暂且入门，而且字迹经常很潦草。这个是比总督府档案还潦草。那第二个是他的程序法跟实体法终究跟今天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法律面也不是那么简单。好，那刚刚我所讲的这样一个整编的经验呢，就被沿用到了，也是属于现代法院运作制度的叫最高法院迁台旧法。这个是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在1949年迁移到台湾的时候所带来中国大陆各省民刑事案件的卷宗，所以它不是只有判决而已，它连笔录、连证物都有。这个是更好的。那基本上2010到2012之间已经进行了实体迁移、目录整编啊，这个是我负责的部分，以及数位的扫描。2016年，我们中研院台史所已经把最高法院迁台旧档当中民事诉讼档案全部开放，但是因为它是个作为诉讼文书，还是有些特殊性，因此必须到馆来阅览阅历。那么就研究价值来讲，我特别要去强调的是，中华民国法院制度跟相关人员在1945年之后就跟台湾社会产生了交集，而成为战后台湾的现行法以及主流文化，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部分纳进去台湾史当中。从东亚史来看，我们可以把战前中国跟同时期的日治台湾做比较；从台湾史来看，我们要去探究战后台湾族群之间历史文化经验是不是有差异。那这个研究上的意义跟我接着要介绍的这个是一样的，也就是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在性质上也可以称为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旧档，因为国民政府是到1948结束，也是算我们迁台旧档。那么我这边特别写说，就像我们理解日治台湾的法律经验，我们必须先掌握日本治台之前、明治前期的法律史、日本的法律史。我们要理解战后台湾的法律经验，也一样要需掌握国民党在治台之前、民国时代中国的法律史。更何况，台湾作为一个多族群的民主国家，国史是全体国民的历史，当然包括属于外省族群的民国时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国史馆是向全体国民负责这个概念？好，那么如果我们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让当今的台湾人民了解自己周遭的环境，我认为近代中国史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啊。包括我们要跳脱单一的国民党史观。那么在2005年7月，我承接了一个法务部的研究计划啊。后来就发展出这边所说的基于台湾法律史多个源头和多元的特色。我认为台湾人民的检察机有两个，一个是日治台湾，一个是民国中国。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用我也用这个国民政府的档案来研究国民党在中国的党治经验。我想特别要提的就是说，我经常引用原文，一般可能引用三行，我就会引用六行、七行，实在有点啰嗦，我自己觉得蛮啰嗦的。但是我必须把上下文脉
呈现出来。哦，因为我知道这里都蛮有争议，所以我不得不把上下五脉都要判出来。哦，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其实政府档案哈，也可以用来探究人民的法律生活经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宋教授也在讲的这个社会史，社会史。譬如说2014年我所出版的《台湾人的国籍初体验》这一本书，我是去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典藏的外交档案啊。那通常这个也是像讲国防外交讲的很正经八百的那些东西嘛。可是我要谈的是什么？是在日本统治下的一般台湾人，他是不是因为具有日本国籍而在中国受到了保护啊？这些都在那个外务史的资料里面都有。那从这些事迹，你能不能诠释说，因此他们知道原来在汉人传统总没有这种国籍这个观念？这个是我想要去谈。那当然，我们读这些档案也特别注意政府的特定立场。比如说，你看日本政府的档案跟看中国政府的档案，同一件事情就不同意见、不同诠释，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你可以解它背后的种种的思考。好，那再来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政府档案一般般的，但是我们通过某种加工、学术的加工，也可以去谈生活经验。这个加工包括统计的统计的方法。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2017年我所出版的《去法院相告》，这个书名哦，用台湾古老话念才有味道的，去看医生。哦，这是我真的想要去表达的哦。好，那这本书是把日式法院档案里面哦，台北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决，总共我用了民事判决是48000多笔，刑事判决是82000多笔。用这些个案当作分析单元去进行变数的建构跟编码拖点，然后通过交叉分析呈现司法个案特质跟人民法院活动的关联性，用这个关联性我去诠释人民的司法政绩观是不是可能转型的。因为这个还涉及我的一些前提论述，我没有时间讲太多，我只是说档案的利用是超乎想象的。哦，不是老是想要去知道哪一位官员，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伟大的事情，不是那样子的哦。我认为最伟大的是人民的哦。好，所以就像我十几年前我曾经介绍台湾总部档案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哦，应用档案来进行研究，就好像扣钟，小利扣之得小民，扣之以大利则大民。所以从档案的整编者来讲，应该努力的是，你要形塑一个容易扣、声音又大的钟。再来就是研究者的事情了啊，要不要扣，多少力道去扣，都是研究者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好，那我今天这个的报告先到这边，先做一个暂停啊，谢谢大家。好，谢谢非常精彩的这个呈现啊，我学到非常多。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我入的之前，其实不管是跟教育部一起做字典，或者其他，其实都有这种嘛，后来我们自己拿的这种经验。但毕竟就是说，民间关心的是就是民间用特定的应用，然后从那个角度，政府即使不做，那我们就自己来做嘛。那但是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好像钟的铸造厂，各种各样子大家的钟，它都必须要做得出来。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这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他其实在
含义意义上，还有人类活动的所有记录，都算在档案的一个概念范围里面。但是在就档案法的规定的这部分，牵涉到它档案管理应用的一些权利义务，所以档案法在这个档案定义的这部分所明文规定，就是一个机关依照管理程序而归档管理的文字或非文字的资料及附件。这个是档案法规范的一个这个档案的范围。那就各在档案里面，它按照它的一个生命周期，在机关产生的档案进入档案管理的这部分，就称为机关档案。在档案满25年之后，那档案局可以透过档案鉴定的程序去判断它的价值，再移归为国家档案。这时候档案归到中央主管机关，我们就称为国家档案。但这里面所讲的永久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这部分，它的范围就不单单只是政府机关依法的档案，它也包括民间、个人、团体，它跟国家档案有互补性的这部分的资料，我们时常也会透过人机制，透过捐赠，或是通过架构，或是等等的方式，让它一起回到国家档案里面，提供给大家去做应用。这一张投影片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档案局非常年轻，15年，但是跟先进国家所比较起来，他们有关档案事业或是档案管理、档案应用这一块的一个重视度，其实我们跟别的国家200年的历史，其实我们算年轻。但是我们也知道，所有学者都希望你能够一步到位，提供给我们研究或是民众想要知道的一些资讯，立即能够得到这个最快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档案法在2002年1月1号施行以前，我们的各政府机关虽然有属于行政规则层次的规定，但是有关档案管理的这个部分的制度呢，的确是一个非常欠缺的。在档案法实施以后，如何让我们国家3000多个机关，它能够正式的注重档案的一个价值性，逐步去做这个编制目录，去做管理，让它的这个档案的价值呢，能透过时间的酝酿，让它在这个历史的脉络里面做一些留存。那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所以在档案局在档案法公布之后，档案局在2000年成立筹备处，就开始积极的研拟的相关的一个执行措施。那包括准备在2001年的正式的档案局成立。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各界对档案局也多所期待。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透过每4年1期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去滚动，去了解在各界对于档案需求上的一个这个期待，那我们去做一些改变。那无论档案局它的一个是在组织改造之后，这个改立于国家发展委员会底下，但是无论如何，档案局它的核心价值永远不变。那我们的核心价值自我定位为提供国家发展的见证，以及创造国家智慧的资产。前半段他讲的概念，就是我们跟所有的3000多个政府部门，我们一起合作，把重要的文件妥善保留，珍贵的文件移为国家档案。后半段讲的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档案的应用。其实档案最终就是提供给国人去运用，让他能够在这个整理的过程里面，产出国家更高的一个智慧资产的价值。所以我们自我定位，我们的职责在典藏过去这些历史的资料，借鉴未来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实我们透过5大策略去达成它的目标。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国家档案管理制度15年是非常年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各3000多个机关，你要让所有机关的档案管理的专业同时达到一个我们所要求的一个程度，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透过5大策略，包括档案法制的基础建立、人才的培育，包括国家档案内涵的充实，包括我们对于典藏技术的提升，
包括我们对于开放应用的一个脚步，更包括我们数位变革、数位环境底下我们所应该尽的一些责任。那最后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国家珍贵资产，让各界能够这个共同来运用，产生国家未来发展的智慧资产。这一页呈现的是我们15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每4年针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我们学界、包括民众，甚至各政府机关，在它行政机评或是这个法律行政价值上的一个考虑，那我们知道逐步的去每4年滚动去检讨他们的需求，当然也针对我们的资源有限性，包括人力、包括经费的不足，我们逐步的去奠基我们的一个服务白皮书，包括我们最早期的基础期，重点在于制度的建立、扎根的工作。在拓展期2006年到2008年，我们的重点在拓展我们的点藏。我们知道其实各界在应用档案的这部分，特别针对一些特定的专题，有实际研究上的一个迫切性跟需求，我们也聚焦在精力去处理这一块资料的这个拓展。第三个阶段就是提升期，这个部分主要我们工作重点在扩展创新的服务机制。那2013年到2016年刚结束的这一期，我们重点在整合跟创新服务的这一块。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逐步的推出，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经过我们4个阶段的推动，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触角是希望透过资讯平台的一个整合，让各机关可以便利的啊，就像刚刚啊听到所提到的，就是它怎样可以可及性的便利。我们在思考，就是透过网络平台，它可以方便查阅，甚至对于一些答案有陌生感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6大系统的设计，去逐步延伸我们的触角。那在机关档案的部分，我们整理了一个平台叫利尔网站，所有机关的所有档案目录，我们要求每半年必须汇送，所以上面已经有5亿笔的资料。那在国家档案应用这部分，我们有 A Plus 的这个系统，那所有我们国家档案270万笔的资料都在上面。那我们还有线上展览的这个资讯，也就是透过对于一些专题的研究，我们把我们档案放在线上档案展这边，供大家去做使用。同时我们也建立了资源教学的网站，就是针对高中课纲里面跟我们档案有关的资料，我们也做一个整理，跟课纲去做一个结合。那同时我们也跟高中生、高中教师，我们做进一步的连结，希望他们能透过运用档案的这个过程，让他了解，让他习惯运用档案。在跨域资源整合这个部分 ，across 我们这里面整合了现在有关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档案馆相关的这个资料库，我们做跨部门的一个资源整合，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做跨资料库的一个查询。那最后第六个这个平台呢，我们这里讲的其中小品，其实也就是档案的电子化，让民众了解我们国家档案存有哪些这个档案的故事，同时也告诉这些从档案的从业人员，了解我们最新的档案管理制度的发展。等一下会有更细部的介绍。在这15年的发展过程里面，我运用底下的8张投影片，跟各位报告我们国家有关档案制度以及应用上的一些这个发展。首先，在法制的这部分，我称为叫做打底的工作。政府机关3000多个部门，我们要让他同时能够知道自己必须要对档案进行保护，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保护档案，如何管理档案。所以我们在档案法的一个母法规范底下，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法规命令，这是属于他遵循的作业法规，以及我们也建立了更细部操作性的指南，包括机关档案的管理手册里面有关他的所有的执行细节，就算他没有具有足够的专业，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他可以达到我们管理的效果。这是在这个法制奠基的这个部分。透由这样法制的奠基，现在所有政府部门他的公务文书在收文发文之后5日内
它必须要归到档案库房里面去做管理。只要进入管理的这个阶段，就属于档案法规范的这部分。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份文件，它的点收、立案编目、整理、保管、应用，甚至最后的鉴定、清理，都必须依照相关法令来执行。也就是说，假如它有无故隐匿或是无故销毁，这实际上在档案法规范里面，它是负有刑责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他知道什么必须做，知道该怎么做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所有的档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逐步的教育跟训练的过程里面，能保留国家珍贵的一些智慧资产。但在档案满了25年之后，国家档案局会启动这个鉴定跟这个移转的工作。对于跟国家整体发展有关的这些珍贵的文件呢，我们会透过移转的方式移为国家档案。最后，无论是在机关管有的档案，或是移为国家档案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会透过目录公布的方式，提供社会各界来做检调运用。机关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来提供它行政机品或是法律行政上的一些参考。这是法律有关档案应用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一个建立。刚刚跟各位报告了，其实我们心里所想的是打底的一个工作。第二个部分，行政机关三千多个机关，从业的档案管理人员数万，实质上它具有这个档案管理专业能力的这个部分，我们不敢保证全部都有，但是我们提供一个所谓的支持体系。刚刚是一个法规制度的建立，第二个我们提供支持体系的这个部分，包括标杆学习，包括教育训练，甚至我们针对所有的档案的相关的主管人员每年办理一次联系汇报，让他们知道他们背后有档案局做支撑，有档案局的一个专业做支持，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档案管理专业上勇敢的向前跨步。在支持体系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提供了这个档案目录查询的平台，让各机关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建立各自的一个档案管理这个机制，它可以透过我们统一的一个平台来公布它的资料。目前为止，左边的机关档案目录查询网已经有5亿笔资料，查询的人次已经达到150万人次。右边这一个所截出来的图呢，这是国家档案资讯网，也就是纳归国家档案的这部分，我们也透过这边做目录公布。除此以外，我们对于相关的国家档案的研究，我们也在这边做资讯的公开。目前为止，公布的国家档案目录已经有270万笔，目前浏览的人次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次。也就是说，经过这几年我们的一个机关的成长，跟各机关的合作，以及慢慢研究学者对于我们国家档案资料的认识，其实这一个部分的运用的这个人数呢，跟频率已经持续在扩增。这一张投影片所呈现的机关档案跟国家档案，它按照国家法律，除非有法律限制以外，它必须按照规定提供给这个民众以及各界去申请使用。档案法的规范是30天以内要为准播，但是档案局，我们针对国家档案的这个部分自我要求，在15日以内做第一批次的这个提供运用。这是目前我们国家档案所典藏的这个档案内容，里面总长度包括总长度有19公里，以101这个500公尺来算，大概有36到37座这个101高楼的这样一个高度，里面目前大概还是以交通及公共工程，还有国防及退伍军人事务这一块的量占的比较大众。我们也知道，其实这里面有关这个档案多元的这一块，那已经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4年计划里面逐步要这个征集其他类别的档案，让整个国家档案的它的多元性更加充足。这是历年国家档案申请运用情形的统计，从档案法施行以来15年的时间，现在累计民众申请的这个建设呢，已经达到4123次，提供的档案应用量有70万件，它的
页数呢，推估大概已经达到1000多万页。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了历史研究，包括了一些档案的这个展览等等。在机关检调这个部分，我们同时另外一个服务客群，包括比如说像有一些法院，他在法律侦办的过程必须要调卷，或是说机关对于他行政批评需要考证，或是机关对于他的历史沿革需要办理展览，那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检调机制跟档案局进行调卷。那这部分的档案量，这几年的调卷量也持续性的增加。那这个部分呢，整体来讲，我们在这10年，档案每一年，这个民众申请或是机关调阅的量，已经成长了近20倍，申请的次数也增加了5倍。其实这两个不对呢，其实各位很容易可以套一个资讯，就是说每一个申请个案，他申请的件数，他的这个倍数呢，有4到5倍以上的增加啊。这个都是这几年我们持续在努力的。当然学界对于我们有一些申请的这个过程时间过得比较久，那其实很多东西就牵涉到第一个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一个限制情况底下，我们档案局尽最大的努力来符合大家所申请的一个这个需要。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有关制度的建立，接下来档案所征集的最后就是提供运用。接下来的7张投影片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档案管理局怎么样透过我们档案价值跟行销的这样的过程，跟机关之间维持互动，跟民众之间维持互动，跟学术学者专家维持互动，让我们国家长期15年的时间还没有培养起来的档案的意识，我们透过逐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各界逐步了解这样的一个这个让对于档案的一个认知跟档案的一个价值能有全面性的提升。我想在所有的管理作为里面，当价值提升的时候，它对于它的一个关切就会随着价值观的改变而能够去加深。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在行政体制之外我们必须要加强的重新去改变的这个部分。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我们有关档案研究成果的这部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数十种的一个这个档案专辑的出版里面当然就是针对各界可能对于档案比较冰冷的这样印象，我们透过专题研究的一个方式，把档案的温度透过这样的研究去做公开，里面也包括了一些特殊这个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档案这个展览的专辑等等这些也在网络上做了这个提供。第二个，我们也建立了所谓档案时光盒，里面就是针对主题性的，我们包括府院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教育文化等等的5大的主题，我们进行线上展览。目前为止已经有19项的主题提供在网站上供各界去参考。同时对于我们高中的教育，我们也知道在教育的过程它是以课纲为主，所以我们针对高中课纲里面跟档案我们有关的，我们每一年针对主题去提供研究，也跟高中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互动，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接触，能够了解档案在实际应用上能够发挥的一个功能，进而能够运用档案，这是一个长期教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也办了档案乐活情报，这是一个档案的一个电子报，目前为止已经有16000多位的这个订户。那其实里面包括了我们每个月出版的这个这个乐活情报呢，每个月会有一个档案的小故事，也会包括有一些档案管理的一个新的知识跟制度在这里面。那它可以提供档案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的一些参考。同时我们也进行跨这个资料库的整合，刚刚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我们目前有28个机关共同合作，总共整合了85个资料库，里面可以透过跨平台的一个这个查询来获得相关的环境资讯。档案展，这是对一个民众最好的一个连接，民众对于档案比
政府机关的公务同仁对档案更为陌生。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档案主题，跟他过去发展的一个经验关系上做连结，让民众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进入社区，进入他们的生活。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办了17档的展览，同时在展览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尽可能的在中部跟南部进行这一个巡回展。目前为止参加档案展的累计人数已经到了30万。这是我们透过一些新的包括 AR、VR 技术跟业界做结合，让档案展更为活泼。除了刚刚的努力，我们也知道其实各位民众机关对于我们未来档案开放的运用还有很多期待。我们的这个所遇到的挑战，以下逐一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民众对于知的权利，特别是在我们民主化逐步深化之后，民众对于知的权利是非常的一个这个需求性，或是它的需求强度上是越来越强烈。但是在法律规范的保护的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儿少法，对于这个受害者未成年人，它事实上有一个法律明文的规范。所以当我们在开放档案运用或是档案检调的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对这一块要有所横平的处理。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竞合，对于档案开放的一个这个竞合，在未来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位阶上的一个授权的处理，这个我们会放在心里面持续做努力。再来就是我们过去在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档案局只有15岁，但是档案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属于一些有档案保存风险的，在这个地方有档案保存风险的，或是学界比较希望要立即做进行研究的一些主题性的档案，用最快速的时间从机关移转到国家档案局里面。19公里里面很大一部分在机关还没有完整的做整理甚至做修复的情况底下移到我们国家档案局，就产生了在我们运用的这个过程它的一个转播速度的影响。同时呢，现在很多在申请运用的档案里面呢，很多它事实上申请大量的这个档案，但是实质上里面跟它实际需要的它相关性比较少，这里面就牵涉到属于目录品质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继续做努力。当然档案开放也包括是不是提供给商业或是提供给非商业运用，或是它要求的解析度的这个不同，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是一致性的做法，还是有一些更弹性的一些做法，这我们也在努力的这个突破。但在申请这个量的这部分，人力经费是我们的困境，但是行政机关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会想尽办法争取经费改造流程，让转播的速度可以更快。但现在的社会对于我们更开放以及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要求，我们也在努力，我们争取经费进行政治档案的清查、征集、整理相关的工作。未来我们要思考变革，在大家所期待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6月起我们预计进行逐批的档案全文影像上网，让这个需求者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先看到档案的影像，但未来还会逐步扩大。第二个，我们会免预约现场服务机制，针对机关他认为已经可以全部开放的档案，或是说曾经经过档案局已经做过准播的档案，未来我们可以提供现场申请直接调阅。我们也会在努力进行先阅览抄录后提供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会针对届满三十年的档案，只要这个申请者愿意保密拒绝，我们就会提供阅览抄录，其他还有一些改革性的做法。当然为了达到刚刚的目的，我们也会向前延伸，让机关有关档案移转前的准备作业可以更完整。在目录公布这个部分，我们会透过我们尽所有的努力，让它目录的集合完整性可以更方便这个申请者去运用。那未来在修法的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属于这个档案限制运用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取得横平，在法制上寻求解决之道，
同时我们也会扩大档案的这个来源，包括我们会未来征集国外跟台湾有关的档案，以及国内民间所典藏跟档案有互补性的这个相关的文件。最后这边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接下来四年档案局会尽全力，我们自己设定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开放。我这边当然还要加一个它的核心，还要加入便捷的元素，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会期待在这四年的努力过程，我们可以开创出一个新局，让档案的运用更解除它的限制，进而能让大众共同参与，达到档案3.0的目标。以上简单的报告。非常感谢，然后我看到 Slido 上面已经有接近十个问题，都是问档案局的，来自这边哈，可以自己卷动，同问同答。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陈老师。好，谢谢。
传统就是一个怪的一个字，我们这都才二十年拿什么传统？可是二十年对于这个数位世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大挑战。所以我其实刚刚没有机会改头影片，我觉得这个黄大生讲的这个又重要什么？要这个要容易扣啊，要声音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做系统，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要这个中容易扣，让它声音大，能够发挥一些作用。那所以要讲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就先提一下现在的系统有什么问题。那我想在座有一些这个专家所在那边也稍微提一下。传统的解锁系统它有一个大家的一个标准方法，叫做求准率跟求旋律，就是precision recall。那一般来讲啊，所谓的precision就是说，现在下一个解锁词之后，到底第一页出现的是你要的是多少？那我想每个人每天都用 Google 知道这个，其实我们很少翻 Google 翻第二页书，所以在前面就很重要。那求旋律就是说，你使用者可能会想要的文件到底有多少被接收到？那一般的这个想法都是觉得说，这个一般的使用者要的是求旋律高，像一个接收词。不密查，然后就出现这个 Wikipedia， 然后就大概就需要，他现场来大概知道一些嘛。那研究者要的是什么样的求旋律？因为研究者就怕东西跟乱掉，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就是说一般使用者要的是什么求旋律，研究者要的是什么求旋律。但是这两个东西其实它的需求是相反的，你要高的求旋律就没有高的求旋律。所以假设说我们真的是说使用者是要高求旋律的话，其实求旋律要百分之百非常容易。怎么容易好呢？我想先自己哎你也怎么见高求旋律百分之百是不能拿到，我管你下什么接受词的话，只能上去丢一条，对不对？反正你要一定在里面。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求旋律并不 not necessarily 就是可以给一个研究者要的全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都给你们继续去找啊，可是毫无意义的，让各位都知道。所以到底这种 precision recall model 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其实它最大问题在于说，它假设文件中间是没有关联。那我们都有Google， 各位知道，Google 这种所谓的 search engine 嘛，它都会用一个这个 ranking function 来排序。那所以其实文件之间是在打架，不但是没有关联，而且是在竞争。那赢的就在前面，所以赢的就在前面，所以就被看到。所以这个如果 Google 要来manipulate 我们的这个偏见是很容易的。我们有时候他有做，可是他如果要做很容易，他就把他不想让你看到的放到里面。但是呢，我们现在想一下，就是说，到底研究者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说研究者怎么样去用一些史料，用一些档案？那研究者事实上很少看一篇文章。我想，看的是宋一鸣讲的，其实都是从各个地方一些匪夷所思的调查，然后居然可以从里面看出半导体，这种效果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者怎么样使用史料呢？其实基本上讲很少是看。那就是要看很多文章，很多文件。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文件的时间是一脉，甚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脉络的研究。所以比较厉害的人，
这个看出来，有些人的扮演大，那上这人就看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调的一个系统，到底我们现在要提供研究者的一个使用的系统，我们其实要给的是什么？当然要给求学，要尽量给他，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文件。可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最更重要的东西是，其实要提供文件间的脉络的更关键，意思就是脉络。那要提供把文件间，你不但要给他去宣，他可能会用到文件，而且要跟他说这文件到底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那当然，系统不可能提供所有的这脉络，我至少要提供一个，他要提供一个可以。他要提供一些简单的脉络，而且要提供一个可以观察脉络的环境，让这个使用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掌握到大概他所接触到的这个资料的一些信息。那这样的话，这个使用者才会被文件淹没。我想各位用这种系统，其实都会用一段时间。做自己做的表面，我没有说不一样。你打一个接口词出来，一万五千条，怎么办？就是看你的系统，因为你想得到到底目标是在到底是，因为这真的是不用。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接口系统，它其实要做的是在大量资料里面找文件。可是你一个研究者其实需要的是大量这种。所以我们做的系统，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其实都是有一个贯通的方法论，就是我们假设文件之间是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做的东西是你现在下一个 query， 我们把这个 query 的结果呢，当作是一个文件子集，然后我们把一些脉络给使用者，然后我们给一些脉络给使用者，而且我们给他一个。观察要看分析，还要进一步探索的这个一个环境。我们的系统其实使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的再稍微提一下，各位，抱歉，我这边没有我们各位打，我打台大社会人文中心，这个到我再说。那我们有很多系统，我们系统全部是免费的。那我们系统现在大概到目前为止使用人是超过2000万，所以其实使用率是很高。所以到底系统是应该提供什么？它除了找到需要的文件之外，它要提供一些文件脉络，而且呢，它能够让这个使用者能够去探索，能够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那这听起来太神了。所以我们要想说，到底系统能够不能做到这个事情？那其实是有多少的可以有系统，就是说，到底它能够提供怎么样的脉络？其实电脑是很笨，像我现在说的人工智慧其实还是没那么强。所以文件是系统能够提供什么脉络？它其实只能够提供文件本身。所有东西，意思是说，他比如说他不能猜到我们现在什么时代，那他不能猜到说这个你是这个以台湾为主还是以中国为主还是什么经验？换句话来说，其实系统只能够提供我叫做文本脉络textual context， 但是呢我。蛮坚持，就是说这些脉络呢，应该是能够被诠释的脉络。换句话就是说，什么叫不能有诠释的脉络？我想各位书里有这个经验，就是现在有一些社会网络的那个软件非常好用，然后你丢一堆资料，其实它给你画很大的图，对。那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因为画图你一个研究者他很难去诠释那个图到底怎么回事。所以研究者就是看
假如从这个图里面去联想说啊，对对对，他有些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意，我那天为什么在意，是因为这个。他讲完之后呢，那个旁边那个助理过来说，哎，老师是抱歉，我刚刚有一个参数弄错了，要把参数改一下，又算一下，又算错。这样就我说，所以你不能够解释它的，这是蛮挫折的一件事。所以其实任何解释，你不能够去把那个的，不能够去做进一步的观察，这种手段其实是不太好用的。所以系统能够提供是很有限的，那系统不能够提供什么？它不能够提供非文本。那研究者其实基本上来讲，他处理的东西都是非文本的东西，个人的经验。个人的喜好，个人的背景，你在无意中看到的一些资料，就跟这个，跟你手边的这个答案是无关的东西。那这类的脉络当然是系统不能提供，所以系统提供很有限。而即使如此，其实文本脉络就已经很丰富。那所以我下面提到一些文本脉络，比如说，全是资料，你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是非常好的这个脉络，这就是刚刚我玩到时候讲后分类。假设说你现在一个你现在上一千座时得到一堆东西啊，你用时间做后分类，或者是用地图做后分类，在地图上呈现出来，那或者是用它的主题做后分类，单单这类后分类其实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有明确现象出来。另外呢，有一些是统计上这也是不难说。比如说，你现在交流一堆东西出来哈，那谁跟谁同时出现频率比较高？那像日本法院一样，它里面有法官，所以你可以看说，我现在下个交流词，怎么有一个法官出现的次数特别多？那这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就这类的东西，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它其实里面蕴含的这个资料很丰富。那一些特定的domain， 它有些比较有意义的脉络，那这些有意义脉络，它经过这个一些计算出来。那有些例子我就不讲了，那因为在这边这比较复杂的这些脉络我不讲。那这类脉络其实是最有用的，这类脉络是我们探索到所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契的资料库，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计算算出来地契之间上下属什么。那你算了上下属之后，你就知道一块地是怎么样子被买卖，它在几十年里面这个时候现象怎么发生。那这类透过关键词检索，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把刚刚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是一个所谓的脉络分析系统，而不只是一个答案检索系统。那它的最重要的假设就是文件之间的关联，所以我们把一个子集当做一个有意义的子去分析它的。所以我们，然后呢，我提供一个可以观察，可以去进一步探索的这个观察的环境。那我下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啊，但简单到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不过我想这就是让各位看一点点，就是说这东西怎么样去玩，还是。蛮好玩的。我们在我们做中心在这几年跟那个台湾省基会合作一些东西嘛。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中研院还是在做，我后来就在这个中研还是什么这个工作下面持续往下往下做。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档案，它里面有。台湾省议会的资料，下议会也是议会台湾省议会的资料，它的档案公报已经全部都做完，
现在也在加一些照片的这个照片的，然后这个做完之后，我把地方议会的历史也做，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做地方议会？比如说进高速公路，进高速公路其实你在省的这个层级，它有一些好的，那在每一个它经过的这个县市也会有。那他讨论的其实角度看法都不一样，再往下，我们是希望能够跟国史馆还有在台湾文献馆，能够把这个台湾城镇的资料也做在一起，这样子还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提案，把台湾城镇的东西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提案的形成，然后呢，跟我到了议会之后呢，他的这个讨论的。这个process 是一回事，然后呢，成了决议之后，再回到行政府，然后开始怎么样去，行政府那边怎么样的这些主要，所以我们觉得说，把这个台湾行政府跟台湾省议会的资料放在一起，它其实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台湾地方这个行政的这个资料，那所以这是我们那现在做好。省议会也做了，那地方议会的话也几乎都做好了，那个所以这很好用，所以也欢迎各位去使用。那我现在就给一个就是简单到很丢脸的例子，我是这样开始。我没有用那个博士馆的系统去找。找历史，因为第一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我想要找功能，它就放进去，我那个也再过一两个月，大概就会放进去。另外就是我可以国展是知道实在是在使用，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系统这边它的内容有多少，可以讲得清楚。那我现在下一个解锁是风灾啊，那我们如果下解锁是下风灾的话，它有3114，然后呢，你用这个后分类，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到底每一个议会大概报到多少，那3114笔其实也蛮多的，那这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是有一个时间的分布。所以你从这个时间分布就是一种后分类，所以其实就对它的大有点掌握，你知道说，在比如说在这一年啊，对于风灾的讨论就特别多，那就可以不说到这个问题，不过就给各位再看一下，那因为风灾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term 啊，所以我可能想要知道说，在这3114笔是到底有什么哪一个类型的。因为你要是整个看过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个，所以这就是一个后分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时间的后分类，所以你也可以看这个图，也可以用这边的时间的这个，就在这个阶层选第一层写时间的话，它就把这个时间的东西，所以看出来，这最多的是2001年啊，民国90年。那所以你可能想说，到底有哪些风灾？那我们提供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没有非常没有很多系统里面没有，就是习惯性，这边是很简单的，就是所谓的前后最迟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资料，你要知道里面有什么主义出现过，就打主义前面两个字就好，那就把所有的主义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打这个风灾，然后前面是两个字，然后看一下有什么风灾出现，所以它还是一样，紧接着成果还是一样，可是呢，在左边这个地方就给你说到底你叉叉风灾是什么风灾，所以你看是原来这个风灾的前面最多的是纳利，其实赫伯比较多，赫伯是
各国台风灾难什么，这不管啊，反正是给各位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钠离风灾其实是缺很多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钠离风灾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的缩小到里面去。那钠离风灾也可以看起来，这个台北市议会很多，新北市议会很多，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第二层打开，看一下说是它的时间到底怎么回事。那这里有一点有趣，那钠离风灾是2001年，就是民国90年9月。那我们把这个第二阶层把年代打开之后呢，发现其实很怪啊，所以它出现在2001、2002年就很正常，对不对？而在新北市议会啊，出现2003、2004的比2001还多，这很怪，就是风灾也过了2年了，为什么会有？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发现说，原来是我这没有任何政治意涵嘛，只是找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一波在结束2年之后，道路还没有修，所以这个议会就一直在没有问。那我的意思是，这真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可是我觉得它看出来一些直观上的东西蛮有趣的。下面我还是很快的讲一下吧。那个，我其实最近在思考，就人文学到底是什么，就到底什么样的素人能够做一个工作。那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很粗浅的看这个，就至少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例子。去有一个问题意识啊，去收集资料，去整理资料，然后让资料能够被使用，然后去分析，然后去画一些图啊，做一些呈现，然后去诠释。那在数位时代其实我们做的数位典藏，像我刚刚讲的历史资料库，或者是刚才讲的档案局常设，基本上讲我们都把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就是透过我们12年的数位典藏，你其实收集大量资料，而且整理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做的资料库让大家很好去取用。但是呢，其实我们对研究者来讲，其实要做的是下面。在分析跟呈现的其实要做到资料库里面去，那这就是我所谓的数位就是你能够把分析端、呈现端跟资料库结合在一起，那他们真的能够被使用，就是大量的资料就能够被让人很快能够掌握。但是呢，研究者不用担心，因为诠释永远是各位的事，这是电脑不能帮你做的，所以。电脑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让我们多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些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多一点时间去做搭配，这也是不错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全世界有才发现说东西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所以回到那个问题意识去。那其实数位人文能够做另外一件事情，其实。透过这个一个观察跟分析的话，你其实会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我刚刚举简单的例子，就是会看到，如果每一个县市都没有这个没有修的问题，只有台北县有的话，那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你很快可以看到掌握出来一些新的问题。所以那个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个。我想这些结语是废话，反正就是革命形势变大，可是。还有事情要做，我就讲这些。就进入提问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只有16分钟，所以我就不再占用大家任何描述了，我们就直接进入那个有12位朋友都想要知道说王教授在使用日据时期的档案答案的时候，刚才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是研究者自己要负他的学术人员责任，可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拿捏，他的底线何在？好，那么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档案的公开跟个人隐私的保障，它是永恒的矛盾。
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要找出一个妥协点。我想事物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日式华夏档案资料库的管理者是台大图书馆，那我们只提供这些图档供学术使用，我们特别注明说不能做诉讼上使用，因为你如果要诉讼使用，你要依照诉讼法。我们这只有提供学术使用，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那种寻求一个平衡点、妥协点的这种概念。当然涉及到法规面啊，目前我们现行法规哦很多，各个规划目的也不一样，然后又有部分的重叠交集，那真的是很复杂。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再详细讲这个，但是我要针对学术伦理、人文社会，包括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嘛，就你搞半天不能说是人的哪一位哪人的名字不能讲出来，那还有戏可以唱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抽象的原则叫做揭示必要性。揭示必要性，就说比如说我在某个研究里面呢，我把所有人的姓我留下来了，名我全部遮掉，因为姓我可以知道他大概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除非后来是改姓，所以我留这个姓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我在论述里面，我要去有把名字也揭示，才能够显现它的同一性。这个时候抱歉了，我又要把名字写出来了。好，那讨论到哪些活动？比如说我讨论公共性的活动的时候，现在上台讲话的是林献堂，跟是林圈圈，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这个时候我当然要把林献堂三个字给揭示出来啊。但是如果我今天用里面的公证书，我在谈台湾人的关于财产权如何安排，甚至关于遗嘱怎么样安排，我看的是林献堂的东西，但是我发表的时候我会用林圈圈，甚至圈圈圈，了解有意思吧？因为你在谈那件事情跟林献堂没有关系嘛，他只是一个台湾人嘛，因为我只在谈台湾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嘛，你干嘛要把它遮，对吧？要花点隐私，这就不好。没有研究上的揭示必要性，你就不要这样做。那其实另外那个政治档案那个也跟这个有点关系，我就直接就去讲下去，就是在一分钟好一样的。转型正义需要有真相，真相需要有档案，所以国家发现真相的利益跟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永恒的矛盾，我们还是要求得一个妥协点。所以或许可以这样子让一群有保密义务的学者或者是特别委员会，他就完全对他们是公开的，但是当他们要发表的时候，就要用我刚才讲的揭示必要原则，就在哪个必要范围内他可以发表，这个是相互妥协。谢谢。这非常有启发，就是说，像我们包含在处理各自专责的判决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各界的朋友，甚至这不是一个院或者是一个馆或者一个 unit 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虽然刚刚说不占用大家描述，但是因为有一个指名问我的，我还是花个十秒讲一下好了。这位是说之前 TELDAP 就是数位典藏在规划的时候，当时的因为它是个很长的计划嘛，一开始定了72 DPI 的这个技术规格，后来大家都沿用，但其实后来 TELDAP 已经把它改成新规格了，就是它的短边必须要1024个像素，所以其实已经比那个本来72 DPI 要稍微细一些。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看这个新的，它不像说手机或荧幕的时候呢，我们要的是长边到4096像素，就是所谓的 4K。那所以大家从这个到这个中间有一些不习惯之处，最不习惯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些器材的方法，跟它所必须的软体、储存装置之类。那这个东西目前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呢，其实我们好不容易把这种一次性的文化建设的共同的这个 pipeline 的这个建设把它
叫做基础建设，然后编进了这个城镇基础建设里的数位建设里面。那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事实上是我们很看重的一件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以及政治的关系，我们还是不要讨论太多关于这个建设好了。我们马上到那个档案群哈。那这边其实有一连串的东西彼此都环环相扣，所以就看老师想要问到哪些。谢谢这位哈，这边问题很多，不过整理起来大概有六项，我简单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是说答案，72DPI 的这个功能，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经费有限，其实我们提问人也有提到，就是我们现在是以政治档案为第一优先，先来做处理，因为这部分使用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经费会到什么规模，我们会尽可能去争取。那这里面提问人也有关心到是不是争取这个特别预算，也跟各位说报告，我们比现在我们在执行的这个专案，我们是争取到额度外经费。接下来有关特别预算的时候，我们也会极力去争取，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政府转型这一点很大的一块。第二个部分谈到的就是答案鉴定的这部分啊，答案鉴定我们是以这个答案的原始价值啊、法律价值、行政机理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等等，作为我们鉴定的一个原则跟基准。那我们也不会只有行政部门参加，我们会邀请相关的历史学者以及退休的公务员来参与，让重要的答案我们能够经过鉴定的一个机制做保存。重要的我们会收回国家档案，其次的我们会要求各机关永久保存在机关里面，提供给大家去做运用。第三个提到的是档案销毁的这部分，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啊。档案销毁部分它有几个要件，它必须符合档案保存期限的届满。第二个就是说，它必须要排除所有还有行政机品跟以及跟其他民众还有使用需求这样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它要进行这个档案的鉴定跟内部的一个审核。那最后呢，它必须通过档案局的审查。档案局认为有必要保存的，甚至我们可以要求他重新邀请学者专家做鉴定，或是说属于重要的，由档案局这边组成鉴定小组，我们进行做鉴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审慎把关。第四个讲的是这个年限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各自的保护啦，我们是不是永久保护，或是等等。刚刚报告过了，因为事实上有法律上的竞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思考一件事，比如说像各自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在档案这个届满70年，这时候我们做一些开放。其实国外也有些例子啊，先进国家有60年、80年等等的。其实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做法律修正的这一块的努力。再来有关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开放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啊？这个也跟各位报告了，我们也做一些变革。未来机关移转档案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它具体清楚的限定，是不是全部开放。他假如写限制开放的这部分，我们要求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全数开放。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未来进到国家档案的这部分，他只要标注非限制开放的这部分，我们就直接开放给民众来申请应用。准驳程序的这部分我们尽量缩短。那另外也提到，就是说假如我们开放的时候，其实档案里面有一些个资，的确这必须在人权保障的这部分我们必须要做衡量。那东德他的政治档案是个人性的档案，所以那个部分他开放也是针对个人全部，这个提供给他应用。我们国家的政治档案，因为同一个卷宗里面可能牵涉到很多的涉案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档案当事人申请他档案个人的档案，这部分我们全部提供。里面有牵涉到第三人资料的这部分，我们在这个各自保管的范围里面，我们做必要的这个遮掩。所以这个以最小的这个方式去遮掩。最后一个也谢谢大家关切到档案局的人力的这部分。跟各位报告，档案局它处理的一个是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包括档案管理3000多个机关的档案管理的一个这个管理机制的推动。第二个是档案保存的技术的一个研发跟推动。再来就是档案征集运用等等的一个审查准驳。所以在档案局的人力结构里面，我们包括了工程人员，我们包括了基层人员、技术人员，也包括了历史这个研究人员，也包括了公共行政人员、档案人员。所以它绝对不会是比较偏重在某一个部分。当然，这个假如我们这个未来在人力这个
这个补充上能够更充足，当然我们在当然研这个研究或是其他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调整。那这部分简单的做一个归纳的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就是向老师哈，关于向老师，其实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其实也是一个学术上面的问题，我们看能不能尽量简短。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向老师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如果你只有暗号，或者是你的边牧只有到某个层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可用性对于电脑来讲是不一定足够的。那如果档案本身它其实还没有全文化，它只是一些索引资料，或甚至是它也还没有完全扫描完，但是我们其实呢就只有内容描述的边牧，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用系统去脑补、去反推，或者去怎么样子去进行运用？其实是这样子要有学问才能够做出这种事，其实这是一个迷失，这是错误的。像刚才我们那时候讲到的日法院答案，那个就没有学问，而且学问其实很重要，因为那边写的我会跟我直接看不懂。所以当然就是说电脑能够，就电脑不能够做你不给他的东西了。所以你如果有学问的话，电脑能够帮你做事，当然就多一些。那可是这东西永远是一个缺口。所以你即使只有按的 level 的目录资料，比如说像档案局的，他们都不得了。我说你，所以即使在那个只有按的 level， 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只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找不到吧，就原来你不能发现吧。所以我一直在说，其实电脑可以做的东西虽然也有限，可是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弹性，你提供的东西更多，它就多做更多，它提供的更多。所以我的大概的是这样。这些问题有些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啊。譬如说这个战败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并没有做这种执行分析，就是说看这个答案形成的过程，其实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嘛。那可是档案形成的过程跟档案本身其实是无关的，那个是 intangible。所以你能够不能够从档案，比如说你用 AI 的方式来比较两个应该是类似的档案，可是它为什么里面有不同？那这种比较可以做的，可是它怎么跟你说里面有不同？它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不同。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也要了解一下，AI 也好，电脑也好，它其实有些实现之在，所以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其实就比较清楚。有一位说，那个地方议会速度太慢了，我去检讨。差不多也只剩一分多钟，那为了这个数位机会评选，也许有朋友没有带手机，所以说想问说，是不是有在场就是想要口头提问，或者是就是举手就直接发问的都可以啊？现场有朋友吗？一次，两次，好，那然后有最后有一个是就是关于档案局的问题啦，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他非常支持吴馆长在最近一年推动这个回归法治，那但是在接下来我们不管档案局就是接下来凭着怎么样子很好的一个法治程序，但是怎么样去避免各机关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点像我最早讲的那个开放资料，如果只要求那个量或只要求那个形式上的程序的话，那不免会有一些就是刚刚这个老师讲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可以让到机关觉得说，他自己做好档案管理对他自己有好处，或者是说怎么样来健全他的运用？最后一点，简单做一个说明啊。其实各机关，我们现在我其实，在行政部门，大家不就说，因为我们档案
推动的这个制度不顺足，我们实质上我们也知道，公务同仁对于档案的价值的这个价值感是不足的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大概透过金蓝奖的机制，我们也持续性的下乡。其实各机关经过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过程，他们开始自己完整的整理档案，他们包括对于这个档案目录的一个注入呢，他也慢慢已经跟上我们的脚步啊。第三个，他们已经知道他机关发展的脉络跟国家脉络的连结，他开始针对档案里面挖掘重要的档案，他开始帮你档案整理。我想大家只要有兴趣，可以搜寻看看，很多机关包括乡镇公所、像学校都已经开始针对他的机关发展脉络，开始做一些档案整理，甚至司法单位、甚至警调单位都开始进行这件事。我们不敢说大家很快都有这种概念，但是我们期待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机制，从制度面建立，从诱因机制上面去引导，甚至从一些这个行政措施上的去推动啊，希望能够机关从价值性认定上去改变它的一些管理行为，这可能是我们持续要去做的努力。当然，文化养成需要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perspective。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处理所有五票以上的问题了。那不到五票的朋友们就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可以是在午餐的时间，再找老师们进行对话跟了解。那我自己办研讨会的经验是占用大家午餐时间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到这里就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第一场圆满结束，接下来是我们的午餐时间。请各位贵宾将餐券取出放在桌上，我们会将餐盒送到您的桌上。我们下一场的时间是下午5:00。面老放到里面。